明来报喜，环保走透透。国界包容地球村啦、啊！谢谢你们的掌声，谢谢你们掌声。音乐是不分宗教、语言跟种族的嘞哈，听你们唱客家歌真的是，哦，虽然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太棒啊！不会骂你吧？啊、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客家人啊，来不会骂你哦。这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主要是说，我们说这个锣鼓打来闹喧喧，很热闹，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哦，欢迎大家来到、欢迎大家来苗栗园区。苗栗园区，苗栗园区是，尤其他我阿这个阿婆，她很喜欢唱山歌，她山歌一唱的话，心情特别开，特别开的意思。阿婆，您几岁啦？哇，85，85喽！哇，老当益壮嘞。那您呢？我74，74。那您呢？我75岁。哇，74、75、85，哦，太好了。那今天来到苗栗园区，听到你们唱歌，我心情好欢喜啊！啊，今天除了你们用歌声来慰劳我之外，听说还有人要用其他的东西欢迎我呀。哎，碧莲师姐，嗨！刚才人家用歌声欢迎我，你这里用什么欢迎我啊？我用这个客家有名的点心擂茶欢迎你。擂茶，擂茶，我常听，但是擂茶的典故是怎么来的？擂茶的典故呢？它就是在三国时代这个张飞呢带着官兵去打这个武宁的时候呢，他的官兵得到了瘟疫。所以呢，他就没然后打仗了。结果呢，刚好碰到一个中医，老中医呢，就泡了这个三生茶，给他们喝，生姜、生茶、生米，就擂一擂之后呢，然后就冲开水给他的官兵喝了之后呢，竟然好了，药到病除。是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子流传下来。然后呢，在早期呢。大陆我们的客家人要逃难的时候呢，他就背着这一个擂茶锅，还有呢茶叶还有一些干粮他就随身就背着逃难的，到哪里肚子饿了呢，就把这些干的粮就拿来捶一捶，然后呢就那个茶热茶倒下去就可以喝了，又可以呢止饥，有没有？就肚子就不会饿了，可以饱，而且又可以营养，补充营养，就这样子就可以逃难，逃到各地他想去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因为这么好，所以客家人就一直把它流传下来，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呢。就像我们现在园区呢，就用这一个擂茶来欢迎贵宾。哎呀，你讲规半波，你看我的表情嘛，嘴哪都要提落来。这碗擂茶不简单，有来自苗栗三义茶园栽培的有机小叶红茶，营养丰富的坚果包含杏仁、葵花籽、黑芝麻、白芝麻，还有被称为长生果的花生、土豆，以及用五谷杂粮制成的净丝谷粮。将这些好料一一倒进擂钵，用擂茶棍慢慢地将它们捣碎。
哇，你啊出力咯，不你话较认真嘞，等下才有通啉嘛。胆大心细呢。对啊，因为你若堆堆嘞啊吼，你着腹肚枵，等下你着知影如何食。哎呦，哦，啊来个啥？哦，过来，这个葵花籽。哦、葵花籽，这等下招油出来未啊？等下啦。等下，种子一定会有啊！你啊堆到出油的时候就好啊，就会当泡水啊，你就会当饮啊啦。哎呦，够啊！有哦，过来黑芝麻。大家一定会发现我很没有耐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节目长度24分钟，雷完已经48分钟，大家剧场都看完了。阿弥陀佛，够啊，够啊，够啊，够白芝麻。哎呦。这要快跑了哈！哎，还够我。我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么堆好了哈，啊，真正要开始擂茶了。来，要这样子擂的，加花的，安呢安呢安呢，堆要山一只，我擂会行啊！来，我你如果跟你花的，我真的遇到对手了。对啊，啊，这要爱两个人哦，合作无间。哦。合心合气，互爱协力啊、哦！对啦，哇，哎呦，所以啊，哈，这个有永和心，永和气，永互爱，永协力，此际人缔造出光明希望的21世纪。够啊！你讲好呢，够我到拿擂茶。个我都拿唱歌表示，啊，你唔就搞花咧玩我，这样子比较快。哦，嗯，我恁客人真正足欠的咧，你买一台机器来泡牛瓦工啊？有啊，即卖有呢，即卖有迄少年的吼，拢较平淡吼，出力啦，嘿，所以有迄种诶，用机器搞诶，迄种诶，迄个粉诶，哦，粉末的哈，它直接拿冲泡就可以了。但是呢、那没有这种感觉啦。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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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真的是需要日积月累，需要时间累积的啦。是啊。哦、好了，我们换这个干粮下去。这个可以吗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哇，还在超笨呢。因为我们等一下很多人要吃啊。哦，好呢哦。对啊。我算算，1、2、3、4，这是10人份啦。哦，连咱两个高个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看老咱就较，看老你就较侪啦。啊，所以今嘛啊准备10人份啦，咱只等下才有够食，无你干那等下干那两个食，咱别人无通食。哇，嘛是啦吼。嘿啊。哇，你学这个擂茶学多久啦？我是喝了很久，嗯，但是很久没喝。哎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。我们现在呢，哈，苗栗园区是就是这么大这么漂亮的一个园区，我们呢，哈，要来推广啊，哈，我们的这个客家的精神啊，客家的这一些传统啊，哈，上人不是说我们要复古吗？对啊，那个礼貌也要复古啊，那么传统也要复古啊，所以呢。我们现在哈就是要来推这个擂茶啦，推那个拓印啦，哈，当这个迎宾礼啦。对对对，然后以前的客家人呐，哈，你如果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啊，哈，人家如果没有，我们呐，主人呐，如果没有泡这个擂茶给客人喝啊，表示招待不周呢。是安尼哦。是啊，所以咱一定要改学会晓哈，安尼哦，才会哦。宾主尽欢呐、啊！哇，皆大欢喜、啊。嘿啦，才能皆大欢喜啦、啊！啊，最好是有壮丁来啦。年轻人呐，哈，要给他学习呀、啊，让他知道说啊，哈，这个老祖先的智慧。嗯。这个逃难的时候呢，哈，有这个就不用担心会饿着啊。这真的是古时代很多人这个靠这个。养活了一家人啊，是啊，还有那个菜脯啦，有没有哈？那个菜啊，曝干了后，嘛是会当拍个照啊。哦，系啊，所以这菜干甲这种诶，同款意思，拢是一种诶传统的。好，好啊。OK， 那个比较粗的再给它，等下你加啉两碗啦哈。冬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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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玩笑。好了，姐妈，你加水，
我加水啊。哎，我来弄一点点，一点点加哦，不能一次就加很多啊，加很多一堆，结果完了。观众朋友，看我加无按赞的哦。无按赞，伊都无加到，无按赞哦，来。对啊。一点点哈，好。底下烧的哈。哎，对，那你慢加哦。你等下一个一箱子会几碗，好来再来。搁倒哦。差不多，好再来。我这样看下来，感觉你以前可能在做土水沙的。我真够雕泥土是吧？对对对。就是天生的，前辈子可能就是专门底下的过去生擂茶的。因为这辈子听说你做的是让人生更美化的工作，不是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我是专门呢在。这个头顶上做功夫的人呢？哎呀，美发师、美容师啊，哦，是啊，但是我现在是在这里是擂茶师啊。擂茶师，哦，啊，我是什么师？阿明师啊，哦，我来，搁淡薄来。哦，对，阿明师，我跟你分享一个代志。你讲，你讲。我哈，学客家话，我是闽南人，但是我来。我到这里啊哈，两个月我就讲客家话，我就会讲，而且我还会教童谣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啊哈，人有前辈子。我猜你应该是人家来给你做头发的时候，卖收钱，你搞我教两句，教会晓，无收钱。不是，我拢搁收钱，啊，伊搁甲我加免费，安尼哦，啊，搁提钱给我，那才好康的代志。有啊，因为我改做头章做个水水。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了。嗯，很多人都希望被加油嘛，哈，他们就建议说去加油站打工，因为人家来就说加油加满，而且还掏钱给你。对对对对对，帅帅帅。感觉没有人要喊卡的样子哎。好了，再一次水。对对对，当然。再加一次水就 OK 了。你觉得满意吗？满意，我现在只想要赶快喝下去。哇，听说你今天传很多人份呀？我传20人份，20人份，这里有10人份，这里有10人份，有20人份。但是呢，这里还要再，等下你别给我顶累积。没，人生中很多事情发生过一次就好了。是哈、哦。对。哎，因为栽猪逼的话，丢，好，来哦。那修扣是太浓稠的意思吗？哎，对。啊，那修水太多了叫什么？修贵清啊。啊，修清哦。嗯。哦。对啊。我今天是台语教室加客语教室。啊。哎，客语的擂茶怎么讲？擂茶。擂茶。哎，擂茶。擂茶。哎，太浓就会太稠，太稠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一次就好了，我教一次学一句就好。擂茶。擂茶。哎，擂茶。对，好吧。好。好。杯子拿来，这个要给阿明喝的，拍谁的？我靠，粗鲁呢！来过来，哇，你胖嘞！我胖。我要给你加玄米，给你吃。哇，玄米哦，加上去。OK， 今天一杯茶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无问题。无问题，感恩啦！茶会汤管管，祝你代代出状元，现金赚未完，拢来做咱的主席甲委员。哦，后代一嘴柠檬汁，祝你赚钱赚多，开胃大。现在总算大功告成，终于可以品尝这碗得来不易的客家擂茶。你知道为什么年轻人认真上班工作，第一个月领到薪水，他会觉得非常有价值？因为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，经过长时间的擂茶，哎，擂茶，啊。喝着自己擂的茶，配上米汤啊，真正赞！客家人有句话说：“每天三碗擂茶，保你活到88。”我想应该不只是营养丰富吧。像我这样擂，哎呀，就如同在运动，难怪可以活到88。苗栗园区幅员广大，里面藏的宝可多了。喝完的茶，阿明要带大家去拜访隐身在园区内的一座银发族乐园。这个是什么叶子啊？果树。哦，也是什么？钞票树。来，还有呢？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桑葚叶哈，是桑叶哈。再来，阿明师兄，哎、hey, 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什么叶？这什么叶呢？这什么叶啊？
绿叶，到底什么叶？这是我们的菩提叶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哎呦，菩提就是烦恼啦，烦恼就是菩提啦，哈。今天你在教大家上什么课啊？我们今天是上我们的植物拓印的。拓印，对，是用脚拓呀。用手，用手哦，对，手脚并用，对。为什么你的学生看起来都年纪比较大的感觉？我们这不是长照的据点哈，长照据点哦，对，就希望他们可以记忆保养，就是唤起儿时的回忆，用这些做艺术的方式，让他们增强记忆啊，也让他们回味一下以前的这些树呢，他们当初是拿来做什么用处的哦。师姐，那你们这个叶子都去哪边摘的啊？这叶子是我们园区的叶子哈。为了要让大家更重视我们的生态保育呢，然后认识这些植物才会爱它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是用这边园区的叶子让大家做植物的拓印。那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先把你们心目中想要印的那个叶子呢，先把它拿好哈。然后我们待会呢，我们会在这个叶子的背面呢，我们刷原料哈。这边桌面上都有原料哈。为什么不是正面？正面它没有纹路，所以没办法印，所以一定要背面，背面才有纹路哈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这边刷原料，原料呢一定要刷得均匀，然后薄薄的，不要很多的原料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叶脉，不是原料。原料有两种颜色，我们可以从淡的颜色开始刷哈，对，淡的颜色开始刷。大力没关系啦。可以用点力没有关系。这是水彩啊。这是不一样的原料哈，这是我们棉布专用的原料。一般书局是没有卖这个原料。哇，植物拓印看起来很简单，不过里面学问可大了。首先，选好叶子后，要在叶子的背面涂上颜料。为什么是在背面呢？因为背面的叶脉比正面明显，才能拓印出美丽的纹路。但颜料千万不要涂太厚哦，免得整面糊掉了。还有边缘也不能漏掉，拓印出来的叶子形状才会完整。最好把涂好颜料的叶子放在空白的卡片上，再用报纸铺在上面，轻轻的压，力道不能太大，否则颜料熏开了，那就前功尽弃喽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轻轻的看一下。1、2、3，哇！来看我们阿明师兄印的有没有漂亮？阿伯给我鼓励一下呀！大家看，第一次印就印到那么漂亮哦！这叫做用手的拓印，植物拓印，对，脚印了。你们做的怎么样？我看一下你们，每一个都印得很漂亮哦，你的也不赖哦。菩萨，你盖了吗？你印了吗？还没哈。班上的老人家都有童心与一双巧手，不同的颜色让整个教室活泼了起来。在老师用心的教学下，长辈们完成了一张张漂亮的拓印卡片。第一次印要印那么漂亮。阿明，哪听哪学哪做，作品嘛无漏开啊。师姐啊，用手做的拓印做好之后，下一步你要教我们什么？拓印完呢，还有我们我们的那个长者呢非常喜欢的缠绕画啊。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卡片上面呢印了拓印之外呢，里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缠绕画的图。这么难，他们会吗？大家会吗？会。喜欢的举手。喜欢。大家都喜欢。真的哦，是咩话啦？你教我教。好，来，我教大家画一下哈。这个虽然看起来是很复杂呢，实际上呢，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哈。那我们只要把那个十字呢画出来，十字画出来，那你在这边呢把它包起来，把这个线呢把它包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画出一朵花出来。哦，这样画出一朵花哈。那你觉得这样就会觉得说很单薄？我们再来包一层。那我们这朵花更丰富一点。
这样是不是一朵花啦？是是，对，啊、所谓的缠绕花是缠在一起的缠，还是打缠的缠啊？缠绕画呢是禅定的禅，主要就是我们在画这个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很平静的，心静下来的，很认真的在那画这个东西。我以为是把东西缠在一起的禅。哎，对，哦、这误会大了，大家都会觉得说它是纠缠在一起的，对，其实不是哈，它就会让你的心定下来，所以是禅定的。哎呦，六度波罗蜜的那个六度里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禅定、智慧，哎呀，所以你们画完就得智慧了嘛，对不对？给自己拍拍手啊，那有这么棒啊！来来来，那我们开始画了，我们开始画。那我们大家可以这边有一个带针笔哈，我们画禅绕画会用这种带针笔比较好画，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想出你们想要画的图形，就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。好好好好，那你们边画，我来边认识几位新朋友了哈。先来访问这个对面的这位啦，哈，人讲红水乌大班，你穿红纱，红红是五米半一世人啊，哈，阿妈，感恩，啊，你几位啊？我今年84了。84，看不出来呢，看不出来，事事如意，发发发，哦，啊，你来这学多久啊？哎，差不多去年6月中就来了，哦，来了6月。啊，你来这边会不会觉得很无趣啊？不会，很开心。本来身体没有这么好的，来这里越好，啊，活动力也越强。哇，所以长照中心真的帮了很多老菩萨找回青春的活力。对，对不对？我一来就有2-3天不习惯，过来就很舒服，来到这里心很开心呐，又有这么多同学，有说有笑，做什么都大家一起，大家互相帮忙，不会的就跟他讲一下，他就知道了，哇，就这样子，好棒哎哈，没有了，啊爷爷，你也是吗？是啊，我们是同学，也是我们的班长，哦，他是班长啊，是，啊你是班兵，对，在哪边当兵？班上兵啊，哦，啊你几岁？我77啊，77，好，77乳加巧克力，哎呦，怎么广告了？好，没关系哈，没关系，顺便广告一下长照的作品啊。哎，师姐，你们那个作品很漂亮嘞哈。啊，这个拓印呢，除了说做卡片之外呢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拓印到衣服上面。我们可以用这个叶子呢，做成两只小鸟在上面。然后借着这个拓印呢，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这些植物是什么叶子啦，哈。那这个像这个丝瓜叶，大家也猜不到这个是丝瓜叶哈，但是它做出来就是那么漂亮。然后，结合我们的缠绕画，把这件 T 恤呢做成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一趟苗栗园区之行，除了听到好听的客家山歌，喝到道地的客家擂茶，还跟可爱的长辈们一起做植物拓印，还有缠绕画，真的是收获满满，让阿明有了一次新奇的体验，真正是感恩啊！人讲医生惊地少，总婆惊食老，做土水也惊掠老啊！哎，那我们呢？阿明上惊衫穿无够，大家知影无？惊出外景落雨，日头拢落山咧，我阁继续伫做呢。直播，我按赞留言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那你今下就出力的呀，你都袂看，还给我出一下力的。感觉没有人要喊卡的样子哎。好了，再一下水。对对对，当然。再加一次水就 OK 了。